你现在怎么了？现在下雨了。哦，今天我们有一个大嘴巴在你后面。对，我们现在准备玩的是大白鲨，然后呢，这也是快速通关有的哦。现在已经在下雨了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傍晚时间了，中午过后就开始有点阵雨，然后气温就降得越来越低了，应该是在不到25，大概18-19度左右。不过还好 OK， 因为一直排队一直走，热血沸腾，继续玩吧，大白鲨我来啦！好吧，又到了、哦，好，要出发咯，感觉又是一个很刺激的游戏，因为这个要等30分钟哦，快速通关不晓得有多快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我们要穿过重重人潮，然后走过很长的道路，很长的道路才会到，快出发。跑起来，大白鲨。OK， 1分钟抵达，不用排队，到了。哇！大白鲨，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大白鲨。这个设施呢，就不多透露了，但是会让身体有点湿。声光效果很棒啊。还 OK 啦，还 OK， 我觉得。好吧。大白鲨啊！鱼妖法哭。哎，干嘛这样子？还有别的？这个。啊、哦，可爱呀、哦！哦，好有情境的杯子，天天拿它喝水会开心吗？你觉得会想喝吗？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应景的鱼饼干，这个很像鳕鱼香丝。对啊，这是鳕鱼香丝，鱼介类加工品，没错没错。所以要吃一个大白鲨。哇！每个包装都很奇特。果然是大白鲨船区，都鱼料理，看起来都这么吓人。但如果你真的看过大白鲨电影的人，其实你是有年纪的。我差点要说我看过。我们现在到了侏罗纪公园这一区，这一区应该是我们最后一项到达的地方吧。里面有非常多好玩的东西，然后我们的快速通关呢，还有一个最后一项，他帮我们安排的时间是比较晚的，所以我们故意把这一区留在最后玩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去探险啦！哇，好大的恐龙化石啊！电风扇而已吧。对，可能里面有冰冰的水。可爱哦！对啊，还有其他颜色的耶，橘色的，我带一个看看。橘色的，哇，橘色的，橘色的很亮。然后我再带你看一个特别的东西。
玩的云霄飞车，不知道是哪个项目哎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你有什么东西都要拿下来？对啊，没有东西。飞天翼龙要出发喽 ！Hello。Hello， 我们玩完了飞天翼龙。哇，你们听到这尖叫声，惊悚指数百分百。为什么呢？它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云霄飞车，然后它是倒立着，就是倒着飞，然后手跟脚身体都没碰触。你真的完全飞行了。对。我没有惧高症，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害怕，但是我相信99%的人都会觉得非常恐怖。不要往下看，千万、OK， 我是害怕不怕高，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很刺激，对我来说哇彻底放松，然后那个趴的那个姿势角度非常舒服。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游戏设施，难怪它我们已经有通关了，居然还要排队10分钟哎、哦、然后现在下大雨，我好累，我讲话都要打结了。好了，我们就先这样吧。